今天带你们来到一个独特而神奇的地方，也会让你的味蕾和回忆一同穿越时光。位于在哥大达曼萨拉的时光餐厅杜鲁吉达，里面还提供了大小孩以前的游戏机玩具，会让你们充满童年的欢乐的回忆哦。说真的哦，这里的美食融合了三大民族的传统和文化，让食物充满了多样性的口感和丰富。我跟你们讲哦，这个米糊拉旺一定要点，因为它炒到干湿均衡，非常的香。重点是一个价钱阿笨不阿的，让你吃得饱饱啊。尤其是他们家的三巴鱿鱼，吃起来有嚼劲，再搭配香气的椰浆饭，更加诱人。而且他们家的炸鸡还撒了一层酥脆的香料，看到我都顶不顺的要尝一口耶。当然这个沙爹鱼干是我不能错过的小食，让我回想小时候的味道 yummy。 加上天气那么热，怎么不 order 煎堆嘞？这里的馅料是给到满满的，但是它不过分甜腻哦。总结来说，杜鲁吉德是会让你走进一段难忘并会留着珍惜的回忆，也可以满足到你挑剔的味蕾。